另送他。不行，不好，出事！老铁，你。什么事情啊？不是，我们大事小不与人算。我们刀弹口里还有多少颗刀弹？不行，还有200颗。统统拿出来，刀弹他的喷出去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就是这种脾气，对不对？大大把你喷出去！李明远，小规模，这个东西不好，不是，你来当酒吧，什么事情啊？杨总，我们的大使馆都有人炸，我们。刀弹口里还有多少颗刀弹？张同志，还有200颗。先拿去13颗，再把周边地区打一下。好了，小明同志一定是发神经了。再把周边地区打一下，再把小明同志轰走，就为了咱们张主席啊！张主席挂了，出事。什么事情啊？我们的大使馆被美国人炸了，我们导弹窝里还有多少颗导弹？江主席，还有200颗，一定要严当时的，千万不能流出去一颗，否则我们在国际社会上讲不清楚。我现在的软是为了以后的硬，现在的弯就是为了明天的直。我现在的关键任务就是要把名声搞上去，把金子搞好，剩下的事情让景涛同志去收拾他们。